高筋面粉。好，倒下来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材料那个粉类的材料，然后现在要用水，就是盐巴水。这是盐巴水。好。然后就是用适量的，帮我擦旁边，适量的盐巴水加入粉里面。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步骤量材料。做面线的老板娘现在要教我们如何做九糟面线。先加进来，全部都倒进去嘛。嗯。然后水下去搅拌。水，这是水，然后这是盐巴水。那个各酌量，各酌量先搅拌。就适中嘛。太多了。这样不可以加？再加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吗？加一点点。加一点水。慢慢搅。那你老板娘，你帮我们加好了，这样我们才能知道。这是盐巴水，这是盐巴。第一次体验这个，感觉还蛮特别的。嗯。啊，水够吗？水不够，还要再一。嗯。啊，那个老板娘，这样可以了吗？这个程度。这样大概就可以了。所以是可以的哈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接下来嘞。接下来怎么？接下来我们到那边。好。再见。这样子，再见。这样子吗？对。那这个看一下。没有。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等一下，好好了，好了。哎，这样会不会太厚了？还要再薄一点吗？你说我说中国账单是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再要接下去吗？对，比较远，比较远一点。好，现在要开抢，开抢这个。那那个老板娘可以问你说，就是你们一天大概做几个小时？差不多八个小时。是从早上几点开始？差不多八点做到下午五点。啊，中午休息一个小时。那可以宅配吗？可以啊。那宅配至少要几包？有那个吗？限定至少要几包吗？没有限定，因为是自己出的，所以我们没有限定。哦，所以没有说满多少就是免运嘛，所以运费都不管买多少，运费都自己出。